And President Xi, did you acknowledge in your talks with President Obama that China has been launching cyber attacks against the U.S.? Do you also believe that the U.S. is launching similar attacks against China? And if so, can you tell us what any of the targets may have been? Thank you. 您有没有承认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那么是不是认为美国对中国也是正在发动类似的一些网络的袭击？有没有具体提到有关它的目标可能是什么？正像奥巴马总统先生讲到的，我们就网络安全问题的探讨啊，在第一轮会晤的时候只是刚刚的涉及。那么中国政府呢，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也对网络安全呢持有重大的关切。Cybersecurity. 在我与奥巴马总统啊这一次元首会晤之前的几天啊，我也关注到媒体上，对于这个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度啊，陡然提高。这方面的信息啊很大，这个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网络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说呢中美之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In the US relationship. 新技术的应用啊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对于这个无论是国家企业社会个人的一些带来的一些这个权利的危害，这个这方面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 And individuals， 我们要确实高度啊关注这个事情啊，并且研究啊如何有效地加以解决。这也正是啊中美我们在务实合作中需要加以这个合作的一个方面啊。我也高兴地了解到呢，我们已经商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专门设一个中美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工作小组。我们所以说明中美正在加紧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呢，我们通过一种真诚的合作消除猜疑，反而可以使啊中美在信息安全领域啊网络安全领域啊成为我们今后加强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And the US.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需求和关切，中国呢也是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个受害者，我们也希望呢切实解决这个问题。谢谢。